这是 New York 图书馆，它现在已经关闭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时间，然后这个是 Alameda County Library County are closed for public sick Monday， 从16号开始，星期二开始到31号关闭了。然后图书馆全部关闭了，已经关闭了。好了，拜拜了。It's closed.